外围的，有六个村的志工，这边都是登记他们已经是加入慈济志工，在他们社区里做社区关怀了。看到了，赖索通美娟呐、啊，她不断呐、啊、要把种子呢撒播在当地里，这一边十个村，这么辽阔的土地呀、啊，那十个村呢要聚合起来，谈何容易呀、啊？要什么方法去传，口口相传？你这种的人，跟那种较近的，这你就传到那一村去哈、哦。这种的口口相传呐、啊，知道哪一天他们呢要汇聚在一起，人人都来哦。这种爱的能量哈、哦，两天开了三场哈、哦，而且开的车啊那样的凹凸不平啊，落差一米多啊，要如何开啊？每天他说真正有惊啦，但是车上的人呐、啊，开始起了佛号的声音，走大。所以呢，让他的心平下来，啊，大家那样的快乐哈、哦，那走这样的曲曲不平的道路哈、哦，为的是什么？的确，就陈姨所说的，在五浊恶世里，他们要去撒播爱的种子，不怕困难，把话。正法能落实在人心，让人人呢体会道理呀、啊，让人人呢能克服啦、啊、欲念，能克服烦恼，能克服哦种种的无明，他们呢能发挥啦、啊，人人有爱，互相帮助，那个这种的。邻帮邻啊，里帮里啊，村帮村啊，彼此互相帮助，也看到了南非啊，菩萨到了石瓦济南，看他们哪怕是到了石瓦济南，功课同样带出去，天天都在闻法，他们每天的那样的。行于呀、啊，肤色、种族、生活环境，的确跟我们差距很远。但是呢，他们的精进呐、啊，是有进无退。他们会克服一切困难。看看慈悲哦，他是。出了两次的车祸，他的年龄呢，71岁的啦。有的人啊，不忍心他这样子爬了坡，要他休息，他不肯休息啊，他还是呢，边走边快乐的哈、哦，唱起歌来哦。他说：“我要翻越眼前的高山。”以黑暗的森林，敬爱的上人，因为我将永远跟随着你走在慈济路上，这就是他唱的。他可以随口唱呢，边走路啊，边快乐的唱歌啊，就这样的精神已经超过70岁了。他受过了伤啊，他那样的坚持，那一坡一坡还要翻越了这个高山与黑暗的森林，你看是多么有智慧毅力呢？是很令人佩服啊！因为呢，现在在见习培训。他们一定呢要带着他们走，要到了平
病、残、疾等等病苦缠身的人家中去接近他，去帮助他，真正的呢都是呢教他们如何做。他们在那里呢要传话并不简单呐、啊，只好呢都用种种办法，就是简单的搭一搭，遮蔽一些太阳，也可以呢侃侃而谈呐、啊，慈济宗门，那还有净师法脉呀、啊，他们要很正确的传法。这种人间菩萨很坎坷难走，可是他们克服，他们走到身体力行。你叫我如何不疼惜他们呢？师父的好弟子啊，每一次呢讲起他们，我都会心灵一点的光芒哦。感觉到啊，这就是曙光啊，看看我后面的曙光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这就是因为看到了南回的这一道光，黑珍珠啊，他们是真诚的接受到了这样的话，入心先自我净化，已经变成了很自然的。这种身体上的细胞啦，满身、身心、脑，完全呢，就是按着法在生活。所以我说，他们的生活不是生命的生活，他们的生活是慧命的生活。他们接近了慧命，远离了成这个。这种的尘沙烦恼，所以他们能展示出来这种爱能量，无处不在，无处不到场，真正是让人很感动的。这都是在苦难地方啊，需要有这样 的菩萨。他们在人间就是要为人世间而付出而来的。看到他们很多很多人呢来牵着手，上千上万人一起来牵手，手牵着手啦，才能呢这种路会更好走。因为都是尊重生命啊，所以心连着心啊，用大爱来铺路走。那这样的路虽然呢是坎坷啦，真歹行吼，不过有心都无困难呐。啊，这就是我最爱的弟子们呐、啊，那样的单纯，那样的用心，那样的把话呢收入心坎里呀、啊，那用爱铺着他们的心路呢，这个坎坷还是走过来的啦，真的很令人感动哦。啊，世间哦，这种无常啊，真的我们也要提高境界。斯里兰卡呢，在中西部呢，水灾可伦坡呢。也都是呢很大的水灾。我们的慈济人在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是都很平安呐、啊，也已经去看灾了哈。马来西亚也应该在关心的哈，真的是很需要普天之下呀，果帮国哈，看邻近的国家呢可以帮哈，或者是呢里帮里，邻帮邻哈，这样彼此互相啊。那也看到了大陆呢的爱心啊也很普遍哦。现在呢在广东哈、啊、和平县里啊，
这个中学呢，我们开始呢要做这个助学金啊，我们的慈济人啊去家访啊，而且了解到了孩子真的都很有希望的种子哦。他们虽然接受到慈济的帮助，可是他们也愿意呀、啊，每天呐、啊、几分钱、几毛钱呢、啊，他们的族同还可以回馈，点滴的爱呀、啊，都是粒粒呢善的种子哈、哦，善因很自然呐、啊，它有福哈、哦，那所以。这都是让他们有造福，启发他们心灵的财富，启发他们呢累积的这样的好因好缘、啊